没受伤吧？没事，别委屈，别委屈。你怎么下来了？啊？那个兔子掉这儿了。兔子？你就因为一个兔子？ 你是不是要催促杀人人都在找你，就因为一个兔子？你太不知轻重了吧！因为那是你送的，我不想让它丢了。可明明就掉在这里了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哎。 兔子，米粒儿，找着了，小心，小心，让你以后再这么莽撞。 收冬江了吧？米粒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腿青了一会儿。你干嘛拉着什么的手啊？你松开！ 安慧，米粒是我女朋友。你故意气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喜欢他呀？他哪点比我好？我才是最了解你，能帮助你的人，是不是？我哪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安慧。 你不用改，你挺好的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友情。你明知道我有多爱沈墨，你还跟我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？ 为什么我的付出你始终看不见？安慧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，从前、现在、以后，都只会把你当妹妹。妹妹，来，你看看我的脸，你看看我哪一点长得像你妹妹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安慧，安慧，你别这样，你闭嘴，什么？ 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他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然后都背着我抢走了你。当初学长落魄，他对你避之不及，现在学长见人友善，他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。你是发现沈墨的价值了吗？你这种人也配待在沈墨身边吗？够了！ 出去！谁也别想抢走属于我的东西。